多了那个干贝的那个香气，香甜味。嗯，原本的传统口味就是只有麻糖，嗯，这个多一点那种海鲜的鲜甜。我知道那个恰恰的，对的，它两面煎到恰恰，你看，可以里面可以吃到那种很软糯的感觉，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嗨，欢迎来到台南吃喝茶，我是蔡春。Hello， 我是台南市议员陈怡珍，大家好。哦，哎，议员，这次你的选区一样是北区、中西区。哦，那今天我们来到水仙宫哦，就是你的辖区哦，就是、你也关乎的地儿。对，我们中西区最大的市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啊，就带大家来吃水仙宫市场八种必吃美食哦，是好，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就麻烦议员带我们走后头。今天的这八种美食呢，就是由议员还有我的共同私藏名单的口袋名单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待会就把它去吃掉了。那如果我们有漏掉的部分呢、啊，也欢迎各个网友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分享，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吃起来。好，我们 Let's go 吧 ，Go。大家全到齐了，这是第一站。是，哎、欸，其实议员你有吃过这间吗？有，吃过，不止吃过，我还有把这个瓜会送到我们的指挥官陈时中部长手中过、哦，让他来品尝我们台南最好吃的又健康的柿糖蛙。那我们就先来吃看他的蛙会，因为他叫柿糖蛙会嘛。是。那我们再议员先来吃吃看。好。来吃吃看。是的，空白的。好吃吗？好好吃哦。它油葱香蛮香的，哦，不错，它里面不会糊糊。那我们试试看豪华版。豪华版，这个是每天限量的哦。我刚才已经听到有客人要来买，已经买不到了。已经订完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太夸张了！看这个肉，哦，这里恰巴呢，还有虾子呢，多了那个干贝的那个香甜味。原本的传统口味就是只有麻糖，这个多一点那种海鲜的鲜甜啊。那我们来喝喝看它的四神汤跟鱼羹，不然我们先喝四神汤好了。好喝吗？好喝，很清甜哦，而且量很丰富、欸。它给了很多哎、欸，你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们已经捞了一堆了，就是里面都是料了。猪肠、猪肚，这样一碗才多少？40块。哦，好便宜哦，CP值很高哎、欸。这是我们第一间，然后待会啊，我们请老板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他有没有什么，就是市场里面老板的私藏名单。大姐，我问一下哦，你们有什么市场类比较喜欢的一些私藏美食之类的？像我们隔壁的艺人，他们是已经做了16年。对，你不要因为邻居呢，他们真的是做了16年。那所以市场上很多阿姨，他们比较养生的，就很喜欢吃到的黑木耳露跟白木耳，很甜吗？不会不会，因为他现在都是做微糖，现在人比较养生。那你带我们去了？对，我们这边东西都很便宜啊，全部这里都是他们家的，你看他的海燕窝，你们也可以吃一下海燕窝。那趁这个空档，我们就
来吃一下。哦，对对对。欸、我对他桂鱼米糕其实蛮有兴趣的，我刚才都想说地缘都没有选到，我就来选。没有选择，你可以挖一个。好好。真的有桂鱼。很大一颗桂鱼，好大颗的。哦。欸、真的好吃哎、欸，我们那片子，欸、很香哎、欸，它的芋圆就是很绵，不会那种让人咬起来那种颗粒感这样。对啊。很不错，我们就待会来等一下他的那个特调，星星特调咖啡。哇！哎、欸，我刚刚看他这个用冰杯冷冻的冰杯，好专业。你先来喝喝看，上面的奶盖，老板说是肉桂糖。是，刚才看那个老板轻轻在泡咖啡就很香。这市场里面还有用这么文青的咖啡店，很妙。那我帮我喝看它的这个清清特调，这里面有加威士忌，还有带安全驾驶，我不开车。哦、欸，可是其实它没有那种喝酒那种让人家感觉有酒味，它只有淡淡那种威士忌的香气、啊，然后加上它那个豆子啊，香气也很明显，所以它那种是有层次的叠加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不相信，这是在市场，真的，这或许以后真的会成为下一个友爱市场。哦，真的，因为现在友爱市场改建成有点像文青市场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友爱市场也是你们选区哦、啊。那下次我就让议员带我们走一下友爱市场。好好好，一定要去好好。这是介绍水仙宫的嘛，就是把它介绍完这样。对对对。那我们再喝一喝，再下一间吧。OK， go。